早上收到了 Nico Nico 寄来的包裹，居然是去年圣诞节我最想收到的交换礼物。下层能煎炒煮炸，上面是蒸笼的设计，真的非常的贴心。今天晚上就用它来做一道猛猛的海鲜粥吧。梅森很喜欢逛黄昏市场，各式各样的食材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卖声，像这样充满生命力的地方都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海鲜我准备了透抽、虾子、蛤蜊还有蟹老板，当然如果你的财力够厚，想要放入整个海洋都可以哦。先将透抽切成一段一段，入口刚刚好的大小，虾头捏紧，转一圈折掉它，慢慢的将虾肠顺势拉出来。将清洗干净的新鲜香菇去掉蒂头，切片备用。再将芹菜、青葱切末，和一些去腥用的姜片，这样子就备料完成喽。虾头先放进热油锅里炒出虾油。再加入来自北极的大冰块融化的水熬煮一下，像这样自己在家里做菜，简简单单的食材，不会太繁琐的步骤，虽然不是做什么样的大菜，但是可以获得大大的满足，真的很好。把事先准备好的白饭和香菇倒入煮滚的虾头高汤中，盖上锅盖，用中火给它慢慢的熬煮。这时候就可以来摆放最生猛、最可爱的海底总动员喽！我们先邀请花蟹小姐到我们的蒸笼中央，周围用满满的蛤蜊、鲜虾和透抽衬托。这时候我们将煮滚的粥打入一颗母鸡早上才生出来的小笨蛋，搅散它，这样子整体的味道会更融合更浓郁哦。最上面我们再放上一只三点蟹来看守我们的海鲜粥。最后再将海鲜蒸笼放上，盖上锅盖，就可以等待美味的萌萌海鲜粥出炉喽。这也太香了吧！上层的海鲜精华全部都滴进下层的粥里面，一点都没有浪费。最后放入白胡椒、芹菜，还有满满的葱，就大功告成咯。梅森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葱，基本上已经到了无葱不欢的地步。如果你不喜欢葱的话，这个步骤也可以省略哦。冷冷的天气来上一碗暖乎乎的海鲜粥，此刻应该没有比这个还更幸福的事情了吧，你们也赶快试试看吧。那我先开动咯。
Thank you.